来呀，我们当来朝拜那独一全能的父，他是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之主。我们当用心灵的诚实，全然的虔诚的来敬拜他。请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兴盛诗245首，若不是主建造房屋，请我们起立来唱全首。信仰告白，尼西亚信仰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同上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子同地，万万有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从圣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低头来祷告。创造天与地的主啊，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开始，万物都是你所手所造的。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齐声赞美敬拜你，我们的心要被你的荣光所吸引，我们的眼目要定睛仰望你，因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独一真神。感谢主每日为我们预备所需要的，教导我们的言行，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所喜悦的，一切都是枉然。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保守我们平安地度过在地上的日子，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等到主再来。主，我们在这也为台湾的未来祷告，我们让新的执政团队能够有智慧和勇气，让台湾与国际社会能够有更密切的交流，让台湾能够被世界更看见，更被重视。主，我们也看见最近立院的党派纷争，希望主能尽快平息这样的一个对立，
回到应有的秩序与功能。主，我们也为教会七月泰国义诊短宣会来祷告，保守同工身心灵一切平安，成为宣地著名的祝福。主，我们也为台中永宁教会和淑贞牧师祷告，主，求让何牧师在康复的过程中感受主满满的关怀，能够安心的静养，早日恢复，来为主做工。主，我们为光胜牧师祷告，愿主保守牧师的家庭侍奉与身体的健康，都经历他丰富恩典的供应。主，我们为因病痛在家或出外返乡无法来聚会的兄姐祷告，愿你丰盛的恩典与慈爱与他们同在，并有主的光照指引，走在平安的道路。主，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起印，我们来读起印文第三十章，诗篇第121。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看哪，以色列的保护者，他击败他的也不睡觉。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身的义，你进你出，上主都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接下来要请交易弟兄来献乐，要献的乐曲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尼希米记第二章17-18节，尼希米记第三章1-5节。尼希米记第二章17-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第三章1-5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纳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亚哥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语又遵行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请了伯恩牧师来为我们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你们都看见了，我们起来建造。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请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谦卑来到主您的面前，可求主您的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每个人内心，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你奥妙的真理，也恳求天父上帝安静我们每个人内心，让我们可以专心用心体会你借着圣经要对我们启示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可以深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力量的源头，生活中的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年我们和平教会的主题是跟随基督同心建造，我们也有一个主题的经文，就是从尼希米记来的。我们先来了解尼希米记的背景。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被掳到外邦70年之后，上帝他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允许以色列民归回，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有3次的归回，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着会众来重建圣殿，第二次是以斯拉来重建律法，第三次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尼希米他带着百姓来重建城墙。教牧团队总共分了8次要来跟大家重新再次的来阅读尼希米记。经过2个礼拜，不晓得我们对尼希米记我们还记得多少，
牧师先简单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尼希米他总共有13章，1到7章是在记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8到13章是在教导百姓要来遵守圣约。这个目的是要做什么？因为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对上帝的话语都已经非常的不熟悉，重点是要重修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知道当尼希米当时候他是担任波斯王的酒政，当他的弟兄哈拿尼带回耶路撒冷的讯息，当时候耶路撒冷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他们住在当地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在外邦出生的犹太人，他从未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上帝激动他的内心，当他听到他的故乡遭大难的时候，他马上坐下来哭泣，悲伤极致。他迫切祈祷，恳求上帝施恩帮助。尼希米在上帝的面前禁食祷告4个月，他也一直在思索他要如何来回应上帝在他内心的感动。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听我们每个人祷告的上帝，各位弟兄们，你们有阿们吗？上帝是不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呢？上帝回应尼希米他迫切的祈祷，让波斯王看这事为好，他就允许尼希米带着王的诏书以及许多重建城墙的这些材料来回到耶路撒冷城，更派着许多的军官以及兵马来护送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城。尼希米深深体会到，这都是因为我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我。当尼希米他一到耶路撒冷城，他马上就在夜间勘察城墙受损的状况，在他的内心就开始在计划他要如何才能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如此重责大任，就是要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尼希米他实地看城墙损毁的状况，他就鼓励百姓，激励他们的热情。在尼希米记2章17节有提到，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荒凉，城墙被焚毁，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再免再受凌虐。尼希米他用原本住在耶路撒冷城百姓他们所共同面对生命的议题，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他们每天都是生活在担心与害怕之中，所以这一群百姓他们就回应尼希米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虽然他们面临许多的困境与阻扰，他们仍一手拿枪一手拿工具，不分彼此，充分合作，短短52天就完成城墙修建的工作。当我们来到3章，尼希米呼召许多的人共同来参与城墙的建造。有哪些人？有宗教领袖，有大祭司，有祭司，有利未人，也还有殿役，就是在圣殿工作的人。还有哪些人？还有一些政治的领袖。我们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地区总共分为5区，有耶路撒冷、伯哈基林、米斯巴、伯树，还有
基伊拉区，这些的行政长官都跟着百姓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还有哪些人？还有许多住在周围附近的许多外族的人。圣经有提到有耶利哥人，有提哥雅人，有基边人，有米伦人，有米斯巴人，有撒挪亚人。他们虽然都不是犹太人，可是他们都一起来兴建。还有哪些人？还有各行各业不同职业人，有做银匠，有做香的，有做商人，有做妇女的。这些人他们都共同参与在圣殿城墙重建的工作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三章第五节，他有提到提哥雅的贵胄，他们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表示是什么？他们对重建城墙他们是不参与的，他们没有兴趣。尼希米他也是非常详实的将这些事情将它记录下来。当我们在看整篇第三章的时候，有几个重复的字眼，牧师鼓励大家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第一就是其次，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在整篇的经文里面，他提到这个是说我是负责这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换你负责另外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换其他人来负责其他的部分。这有什么重点？我们都要考虑城墙的高度要一样，而且它所用的石材以及它的色泽都尽量可以相同。还有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当尼希米他在安排许多人同时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尼希米安排他们所建造的位置是与他们住的地方是连接一起的。当这些人的城墙是跟他的房子建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尽心尽力的去建造，因为这是跟他们的生命住家的安全有密切的关系。经过尼希米这一群人大家共同努力，短短52天就完成圣殿的重建。在尼希米记第12章43节告诉我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声听到远处。通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牧师邀请我们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当我们要落实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意向的时候，我们要全体总动员。意思是什么？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知道当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只带着王的诏书以及重建城墙所需的物料。他可以跟王说，你也一并将筑墙的这些专业人才一起来重建城墙。将尼希米他不是更省力，他只要站着督导进度就好，百姓也不用流汗，更不会喊腰酸背痛。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凡事都可以来交给专业的来处理。同时尼希米他更不需要跟当地的宗教领袖还有地方官员还有四周围许多外族人的沟通，靠着这些专业的人力，他就可以来完成城墙的修建，既快速又坚固。但尼希米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是全体总动员，邀请全部人来共同完成城墙的修建。虽然我们每个人做的可能不够坚固，可能不够完美，
但这城墙的修建却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住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他们才是会珍惜，因为这城墙是我们大家一起重建的。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参与者。若城墙是别人帮我们修建完成，当地的居民没有流过一滴汗，他们是如何来看待这城墙重建的事件呢？他们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们会觉得这事不关己，这能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看尼希米这一群人，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样的把戏？有时候还会批评城墙重建的工程太吵了，还吵到我睡午觉都会让他们吵到。重建的城墙速度怎么那么慢？盖得好像不够坚固，那个地方不够高，还有破口，这边不够安全等等。批评指责的声音，牧师相信一定是不断。我们今日教会的事工也是如此。当每次牧师收到我们周报所夹的这一份每季教会事工轮值表的时候，在牧师内心都非常的感动。我们和平教会有那么的同工，我们大家都愿意委身在不同的服事，有诗会、诗琴、领诗、指挥、诗班、乐团、影音、直播、祷告会的服事，还有礼拜的接待、新朋友、爱餐、财务、主日学老师，在周四的祷告会的公导、领诗、诗琴，还有周六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周间的祷告的关怀站、绘本馆的志工，许多园艺插花的这些工作，还有我们许多默默在为教会付出的人。我们看我们的十字架刚完成修建不好，刚完成修建好，也是我们有许多默默在为这付出的同工。若我们是将我们教会全部的服事我们都外包给专业的团队来执行，我们有最好的乐团，我们有诗班、灯光、音响，我们可以花钱来请他们来做这些事情，这不是很容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观众，我们都是旁观者，我们来参加主日礼拜，我们都只是来享受灯光美、气氛佳的敬拜。这是你要的和平教会吗？若是我们的主日礼拜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参与各式各样的服事，纵使我们有时候会出错出状况，那又何妨？只要我们每位服事的同工，我们都是尽心在服事，我们愿意将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上帝，上帝他悦纳我们那不完美的服事。我们该给每一位尽心参与服事的同工，我们不时给他加油打气、鼓励以及赞美。穆迪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曾说，我宁愿有一千人来做事胜过一人做千人事。教会大大小小的服事都需要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大家可以来享受欢喜快乐，一起共同服侍的这个快乐。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上帝都纪念。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32节，有提到许多的人名，可能我们都记不得，但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圣经里面，每一个认真参与在重建城墙的人。当我们从头念到最后，
可能好像我们在读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耶稣的族谱一样，我们很容易就打瞌睡，我们更容易将它跳过。但这些详细记载的人名，上帝都看为宝贵，每个人的姓名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同样，我们在场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的服事，我们对教会的付出，不论我们是献我们的心，我们献我们的金钱，或者是献我们的工作，上帝都必纪念。你的名字都将要刻在上帝的册子里面，上帝也都要加倍的赐福于你。第二，当我们要将我们的意向来转为行动的时候，仍然是有段距离，因我们是如此的不同。我们时常在看童话故事，都会讲到说，从此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都不晓得经营一个婚姻是需要怎样用心来经营。当牧师重新再次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牧师心中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就是这个未曾来过耶路撒冷城的尼希米，他以当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共同的看见，他们共同生命的体，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来鼓励来激励众百姓，大家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许多不同的群体，有宗教领袖，有政治领袖，有各种不同的族群，百工百业，男女老少，大家都马上站出来，来回应尼希米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来共同完成这个不容易达成的任务，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感动来转为一个可以落实的行动方案，仍然有一大段的距离，中间还有许多的细节以及过程。我们知道零与一之间还有许多的数字，意向如何才能落实？意向的沟通真的不容易。你的看见并不是我的看见，圣灵感动你，圣灵并没有感动我。犹如牧师以前在大专团契辅导的时候，有学生跟牧师说，牧师啊，圣灵感动我来追这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生却回答说，圣灵并没有感动我来让你追。世上有两件事情非常难，就是要将我们自己的知识思想来装进别人脑袋中，第二，我们要把别人的钱拿装到我们自己的口袋中。第一个达到做的成功人是谁？就是老师。第二，把别人钱装到自己口袋的人是谁？就是老板。两个都成功的是谁？老婆。当牧师认真在查考尼希米记第三章，牧师找到一个理由，是因为圣灵在动工，软化许多人的内心，让他们都愿意放下彼此之间的不同，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努力，而不是怎样各吹各的调，无法来演奏出一个和谐的交响乐。今天是我们圣灵降临节，我们要恳求圣灵在我们和平教会每位弟兄姐妹中心中来动工，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让我们有相同的看见，共同来建造和上帝心意的和平教会。因为我们虽然是如此的不同，
如同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是那么的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喜好、个性、能力、专业、年龄、经验、性别不同，连我们每个人身体的病痛、我们所面临的生命中的难处、生命议题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眼界，我们所理解、所看到的都不一样，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信主的经历还有我们对信仰的期待更是不同。我们每个人对这项事工的理解认知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过去信仰生命的经历。有许多人是第好几代的基督徒，也有些人是刚进教会不久的。我们每个人加入和平教会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有急在，有急不在，有成人喜，有受过艰辛礼，也有只有幼儿喜的弟兄姐妹。而且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来自台湾各地的长老教会，有人从西安来，有人从高雄、屏东、从恒春、从花莲的美仑，大家都从各地不同的教会来到和平教会，因为工作、因为婚姻的关系，我们来到这边。总共和平教会牧师统计，至少有八九十间的教会的会友，他原本在那边受洗，他转籍来到和平教会。我们有各个不同的教派的弟兄姐妹来到和平教会，有台北会幕堂，有许多不同的教派都大家一起来到这边。我们大概很多人，我们都是转籍来到和平教会，总共至少有七十间不同的教派的会友，我们来加入和平教会。我们就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如何在义中求同、寻求共识，需要时间以及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界，来柔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主来做一个愚笨的人，让我们甘愿为主来做愚人。我们就是那么样的不同，上帝将我们每个人摆在一起，是要我们相互学习，来成就上帝那美好的善功。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更渴慕圣灵的同在，我们渴慕亲近上帝而聚集在一起。我们是多么盼望在我们生命旅程之中，我们都能走在上帝的道路，有耶稣基督的陪伴以及圣灵的同在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相互扶持，来同奔天路。我们知道和平教会是属于长老宗，有机会我们对长老教会的特色，我们要非常有机会，我们要花时间来了解长老宗的特色是什么。上帝通过会议来展现他的心意，每次会议之前，我们当用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共识，上帝他就会在我们每一次的会议，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只要是上帝看作好，只要是我们心里觉得好的事情，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这件事工很快都有通过。这一位是威廉牧师，当马街他来到台湾宣教以后，他威廉牧师就是接续马街来承接
北部宣教大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牧师。当时候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会成立一个叫做教士会，来决定许多的北台湾的宣教的策略。当时候的威廉牧师他在会议之中，他时常用这一句话来劝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说，当我们在实行这项决议之前，我们得先和本地的弟兄来商量。当我们在实行这项决议之前，我们得先和本地的弟兄商量。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要尊重大家的意见来形成共识。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再来推展事工。这样子的观念以及这样的想法，是我们长老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这句话相信也可以带给今日台湾混乱的社会非常好的示范以及典范。我们当将我们难以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用祷告来带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若是我们的看法想法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自然会排除摆在我们面前许多的大石头。若是我们为此件事情，我们经过我们长期祷告仍然无法改变的时候，难道这不是上帝要来调整我们改变的契机吗？牧师在读尼希米记的这三章，牧师学习到功课跟大家来分享。当圣灵持续在搅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要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就会赏赐智慧以及能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人生有梦，我们都要逐梦踏实。这个意向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分享以及不断的沟通，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要不断的构思以及计划，我们要有目标清楚而且容易跟随的这一个策略方法步骤都可以随时再调整。我们要详细计划，确实分工，我们要激励激发热情，让大家共同来参与，来激励参与民众的这些信心，更自己要率先走在前面，让人人都有份来参与圣工，让我们不畏艰难来面对挑战。当我们遇到许多的谗言，我们要勇敢来驳斥。牧师相信上帝必纪念我们服事的辛劳，重要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和平教会 今年的年度目标是跟随基督，我们要齐心建造。我们要如何才能齐心呢？我们要建造什么呢？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参与在和平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看见，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平教会的实况。在我们内心有许多的理想，我们理想中的和平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是一个看重海外社区宣教的教会，我们是一个看重门徒训练的教会，我们是一个爱查经的教会，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祷告的教会？我们是否是一个爱唱歌赞美的教会？我们是否看重信徒和睦关系的教会？我们是否是一个爱服事的教会？我们是否是一个喜欢接待许多外族人、许多新朋友的教会？我们是否通过我们的小组来互相的连结？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不是旁观者。你看到什么呢？你是否有看到许多
疫情之后有许多人他都没有来参加主日礼拜，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你是否有看到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来礼拜，我们没有来参加小组，没有办法生命的连结，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教会的量体这十多年来我们放大，仍有许多的空间，是否我们可以做哪一些事情让这些空间好好来利用呢？什么是我们和平教会会有我们共同的痛，我们共同生命的议题呢？再不多久我们就要庆祝和平教会设教80周年，我们要拿什么来献到爱我们天父上帝面前呢？上帝他那么恩待和平教会，我们岂可空手两串脚来到上帝的面前呢？让我们大家一起动起来，让我们共同参与跟随基督齐心建造着这个大工程，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上帝给我们那么丰盛的恩典。请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恳求您差遣圣灵进入我们每个人中间，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你奇妙的作为，疏通我们闭塞许久的耳朵，听见你提醒管教我们那细微的声音，更恳求主您柔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可以细心体会你搅动我们内心的悸动。圣灵请你来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让我们实际经验到你的爱，以及实际经验到圣灵同在的雀跃。圣灵请你来激动我们沉睡许久的心灵，来勇敢接受你们你要我们在平凡生命之中所接受的挑战。恳求主您来使用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爱的缘故，让我们主动去做那些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服事。天父上帝，恳求你激动我们和平教会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来兴起更多人来参与服事，来侍奉你，让我们一起勇敢来建造奉你名设立的和平教会。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我们起立，我们共同来唱回应诗新圣诗521首，你若缺乏又失望。
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新圣诗382首，我将生命献给你，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我们奉献的诗歌。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奉献箱放在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我们来读本月的金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第127篇第一节。这时我来报告，报告前有一个短片，泰国义诊短宣和平培训。在本次礼拜中，我们会颁发第112年学度的上学期的奖金。颁奖的内容如下，请自己过目。那我们也恭喜以下得奖者在课业服事上都有美好的见证。请牧师来颁发。第二点，和平宣道讲座宣教新视野在6月5号晚上，7点到9点在教会的一楼举行。
那会开放，免费开放给教会的会友来参加。讲到的内容有两讲，请大家自行过目。第三点，成人主日学夏季班已经开课，开了有两门课程。第一个课程是启示录的灵修，由余林长老主讲。第二个课程王厨的训练，马太福音，由陈新老师主讲。上课的时间跟地点，请自行过目。那也请大家报名扫 QR code 或向办公室报名。第四点，司马县教会建堂义脉，由和平出身传道人竹敏牧师服侍的司马县教会，会在下个礼拜主日6月2号，在一楼摆摊义卖各类的农产品，作为筹措部落教会建堂之用，请会友踊跃支持购买。第五点，生命建造圣经共读，在6月1号早上10点，由和平教会天梯梦协会跟播种国际事工合办，会由庄信德牧师主讲《撒母耳记上下》，地点在5楼的讲堂。以斯拉查经班由高正吉长老主讲，在6月9号早上8点45分，在6楼6F03教室。我们欢迎退休的兄姐一起来考察圣经。教会消息，本日维伦牧师前往深坑教会主日讲道，以及临时会员合会的选举长职。下主日6月2号，在第三堂礼拜，在三堂礼拜中，我们会举行圣餐，请各位兄姐预备心参加。接下来我们介绍新朋友。我们很高兴今天有两位新朋友来到教会。第一位是陈新奇姐妹，请起来，我们帮你鼓掌。陈新奇姐妹就读辅仁大学，那已经受洗。另外一位是陈永杰姐妹。陈永杰姐妹也已经受洗，那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谢谢，请坐。不知道还有没有没介绍到的，新来的朋友。那如果没有，我们请大家各自打招呼。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吟颂赞的诗，兴盛诗395首，至圣天父，我感谢你。吟完后，请牧师祝祷。请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你们可以平安出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需要的兄姐来到前面，有牧师及长老来为您祈祷。